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辉业 Cozy Fit 律动大使任贤齐，和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很喜欢 Cozy Fit 律动奇迹，因为它呢能够自行调节变速的功能，可以依照我不同的状况和需要调节到最刚好的速度。不管你是坐着运动，或是搭配一些健身姿势，都可以成为一种运动方式哦。像之前因为没有办法出去运动，有一台在家里面陪你运动，哎，很棒吧？而且它很好收纳，椅子下或者桌子下的空间都可以放置，是我们健身的好帮手。告诉大家，升级版的 Cozy Fit 律动奇迹 2.0 升级到了30段的变速哦，同时也增加了热感功能，使用时呢，脚底就不会淋滴滴，暖暖的很舒服哦。就算用屁股坐着，也可以舒缓运动后的不适感。一机多用，按摩兼运动，不只是 CP 值很高，而且是台湾唯一一台可以加热的律动机，很棒吧？和辉业的总经理聊过之后呢，了解到他想要将这个品牌做得更好更棒，让按摩跟健身不只是一个单一的进行，而是想让消费者有双效以及双倍的体验，进而他就精心研发了 Cozy Fit 律动奇迹 2.0。 而辉业按摩椅身为按摩椅的领导品牌，让健身加按摩成为一种新的选择。这种细磨了40年的好品质的经典品牌，有着创新的思维，以及关心每一位使用者的需要还有健康，他们认真的经营，让我在使用上更加的安心以及信赖，推荐给各位。你看他屋要叫了，因为我有地心引力帮我动。刚开始收到产品的时候，第一个时间想到的就是爸爸妈妈，想要他们这些长辈维持健康，运动是很重要的方式之一哦。 Cozy Fit 律动奇迹透过稳定的垂直律动，温和的刺激全身，用被动式的运动让地心引力帮他们动的那种概念，每天只需要10分钟，让你的骨骼和肌力达到了应有的运动量，你能看到他们的健康四处游玩的样子，我们做子女的应该就感到非常的开心吧。3、2、1，走。前一阵子回到了彰化老家，同学们看到我都在问我说，哎，你应该怎么样运动或是怎么保养才能够像我一样的健康有活力。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中壮年要维持好体力好体态，饮食控制跟运动是绝对不能少的。像我爱跑步，可是呢膝盖肌力的保护跟保养对我就非常的重要。现在靠的 Cozy Fit 律动奇迹能够不受限的维持还有保养身体，做一般的伸展啊拉筋啊做动作的时候也能够搭配使用，让你的运动强度呢能够更加强一些。总之不趁现在动起来，往后你就会嗨哦。 Cozy Fit 律动奇迹推荐给大家，希望各位可以跟我一起维持应有的运动量，拥有健康的身体，人生才能够任你逍遥。哎，这是一件好事哦，可以借由7天的运动挑战观察自己的身体状态，只要家里面有 Cozy Fit 律动奇迹，你都可以随时随地跟着我们5分钟的课程一起做哦。听说还有大奖等着你们，详细的挑战活动办法请关注我们辉业粉丝团的资讯。